镇长候选人黄素琴，我希望宜兰高东平，我们希望是友善宜居的罗东城，保护宜兰，保存的乱象，包括环境脏乱，不是绿能的活动，跟整个交通阻塞，未来我们希望这些真正要解决，而且真正要执行。所以我们有罗东政见168哈，罗东168的相关政见，期盼我们真的做得到，也期盼大家共同来努力，做更多的事情。好，最后三。